在剧中名字叫吕佩，就刚好也有一个杨千佩佩佩，其实就是像类似现在的这种都会型女性，但是因为家里出了一些事情，顾到家里，然后还有一些各个层面，她就小雨大意，她就待在家里面。她是，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说她是鬼啊？我阿哥也会了吼 ，Goodbye。Welcome， 抱娶回家呢，是一个非常轻松、幽默、诙谐，可是又很温暖，给大家力量、正面力量的一个电视电影。大家好，我是夏克立，我在这个戏那个叫做抱我去回家，我叫 Leo， 那个教授就是一个外国人。That's ridiculous， 对不起，我没办法。太累了，我太太然后在那边哭了。听说定未来电影台看那个抱我去回家好不好？好乖。